米代夫是180都是回教族的，所以這裡呢我們現在入飛機場呢，所有的煙啊、酒啊、豬肉啊、狗啊全部都不被帶入來的。而我身後這一間呢就是屬於是最古老的 Masjid， 就是回教堂，我們不是出是完全是手工製造，這個歷史超過500年了這間嘢。之後呢它所有的都是用手做，之後它沒有用任何的石灰來含的，是一個很特別的歷史。這個回教堂呢已經成為它們的歷史文物，是個遊客來參觀的，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。我們再繼續走。所以後面這個一窿是其中一個被炸彈炸開了的，而那些一支一支的就是紀念他們的兵已經是過身了的，之後紀念他們，還有這個窿麥代夫人保住，讓大家知道麥代夫曾經有這樣的歷史的。所以跟著下一個呢就是這一個，就是他們的最獨立的一個獨立的一個象徵，是和地摩克斯的了，所以他們獨立之後呢就創造這個紀念碑出來了，這個和他們獨立的，我們再看看看看麥代夫有什麼玩。好，我們繼續走。